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怪物弹珠》。咁啊，今次咧就系呢一个嘅钢之炼金术师抽卡 ，sorry 系抽蛋嘅最后冲刺啦。咁啊，系 part two 啦。咁啊，这个嘅艾力克兄弟咧嘅出现几率咧就特别大提升啦。咁我之前对上一条片咧。就咁拍咧，用个大批去抽咧，都已经系真系上升咗噶啦。咁啊，事不宜迟。咁啊，今次呢一个阿卡咧，我就会抽三次嘅。咁啊，原本咧谂住抽四次嘅都系，但系就好难去储到几多啊？储到二百粒石啦。咁因为呢部机咧就唔系我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就少接觸啲，係啦。OK 好，咁啊一出嚟就係呢個亞力士路易亞姆士堂。俾咗隻唔知咩我。真係上升咗喎，呢個 account 都中亞力克兄弟喎 ，OK 嘅。好有气势啊，系五星嚟嘅，南方。马可波罗系咪即系马可波罗啊？应该。咁啊，别西卜，唔知咩嚟嘅呢啲。咁我净系要依个啫，其实系啦。OK， 咁啊咁啱啊储够，咁啊呢一个就可以抽咁样啦，好有气势，几多星？都系五星嚟嘅，武藏方唔知乜鬼庆咁，呢个好似飞齐有噶呢一个角色，但系就。反晒白眼咁啦，冇眼咁样嘅呢位，咁啊咁开心继续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我而家抽紧嗰个咧就系爱德华艾力克嘅 ，sorry 系艾力克兄弟嘅呢一个嘅上升啦机率。咁啊，但系我试过就之前抽系同一个角色上升都好啦，就唔知点解都会抽埋其他嘅五星咁样嘅，即系可能例如呢一个嘅，之前试过抽小光，但系就唔知点解出埋基路亚、古拿比加咁样嘅，好搞笑真系，仲要系一下咧就出晒三只，超搞笑。咁啊，今次呢个冇啊，咁唔紧要啊，咁啊拉屎一抽，睇下有啲乜嘢啦。是不是我眼花？点解好似佢转多咗一下咁嘅？都系呢一个爱德华嘅。OK， 有两兄弟都唔错啊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其他嗰啲留翻啦吓。咁我就而家系咁以轻轻总结翻先。入手顺序啊，唔该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次咧，咁啊，除咗嗰扎嘢啦，咁啊，写住个溜嗰啲啦，除咗斯卡啦，双巴人，咁啊，其他嗰啲咧就我今次嘅战利品啦。咁啊，最正嘅都系呢个啦，真系，你唔好理佢劲唔劲先啦，即系，但系我觉得有两兄弟其实好正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代表人物嚟啊，真系。就系咁啦，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嘅抽卡片咧，黐线啊抽卡片 ，sorry 系抽蛋片咧，
又差唔多啦，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， 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， 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